以后若再有浊气集聚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晚安。 我感觉好多了。这个送给你，多谢你今日帮忙。那我先去睡了。桑九，以后若再有浊气集聚。 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晚安。 所以，那棒晶已是这玉清宫的神君夫人了，是吗？我与桑九成亲，已是三个月前的事情。那时，你还没有醒过来。看来我昏迷的真是时候。三个月前，是我随你征战四方，是我陪着你在这玉清宫中散步，是我为了你，挖出了那颗上古冰晶。 朕水石上的冰晶，是你发下来的。是我又怎样？那是你要死了，我得救你的命。早知如此，我便不去拼了命的救你，也不会到如今一无所有，寄人篱下。你从小便在这玉清宫中长大，没有什么寄人篱下。 那明夜你告诉我，你与那棒晶每日在这里恩恩爱爱，如胶似漆，我算什么？伺候新夫人的奴婢吗？天欢，没有人把你当成仆婢。你若心中实在过不去，我可以带着桑九离开，另寻住处。明夜，你是战神，这玉清宫是你战神府邸，你为了他。 连这玉清宫也不住了，何不干脆连这战神也一并不当了？好了，我知道你今日情绪激动，待你明日平和一些，我们再聊。好，好。